咱正面啊，已经呢讲过了因缘果报，咱爱有因缘观啊，果报观啊。哦，无因不生缘啊，无有这个果呢，都无有成果。所以因缘啊，无因不生果，无缘不生果。所以因缘果报啊，定得咱呢，无法度通好出离。所以咱即马呢，都爱好好来。观第三观呐、啊，就是爱观我自心，所以咱即马爱好好啊，甲家己顾好伊好。咱家己这个身躯，咱关心爱安怎呢？不净哦，对啊，咱爱细心。观察咱的心是不净啊，就是这么一个健康的时刻。虽然每天起来动作真正的凌厉，真自由啊，呼吸呢真顺畅。虽然啊，咱知影咱这个时刻是健康。但是健康啊，咱搁接落来呢，咱爱惯势啊，咱才会上大殿嘛。想想看，当咱调息了后呢，啊，咱就开始啦。路面床脚第一个动作是啥物啊？就是爱入去洗手间咯。咱爱惯势啊，甚至呢，咱内心啊，消化想看卖呢，大小便利啊，一切呢，拢总爱真顺畅，这呢，才是真正健康。但是这个健康啊，有想到无？这个时刻。咱都已经证明，在咱的体内啊，就是充满了不干净物啊，所以关心不净，是说身体素带不掉啊，病人有了病痛，家己不自由。连惯势的自由都无咯，逐早起啊，都有伫咧听志工早会啊，听到志工面对着患者，不管呢是从急诊上来呢，或者是呢伫住院中所看到的呢。哦，咱所听的拢真多啊！咱有听到台中啊，志工伫咧分享一位从急诊上来，一位呢已经是病入昏迷，真严重啊！到底伊长久是安怎来累积一个身躯？会变得遐尼正大，甚至呢，家属啊，无人爱来理睬伊，上来等伫迄个急诊里啊。根据侧面了解啊，这个人平时饮酒吸毒啊，已经呢。全身疾病，而且呢，亲戚朋友吐气，所以即马惹得即身躯的病痛，伫迄个急诊室的时，当医生咧甲急救迄个中间呢，大小便啊，规个拢总出来，
咱应该都有听到，迄贵个急诊室安尼非常的吵，病人伫迄个所在也无法度好接受，病人的家属真多呢，大家人拢憋开去，这种措手不及啊，非常让人感觉到讲真尴尬的场面。要安怎呢？当然啦，志工啊，医护人员啊，赶紧及时合作，甲这个人呢，赶紧呢，扶到迄个管事室去。那当场啊，遐尼将臭的物件呢，不管是伫病床顶啊，伫涂骹满满都是。好、哦，爱安怎？偌济人会脚手啊，赶紧整理啊，还要经过了一番的消毒，啊，搁都爱经过了呢，用香水去解掩盖过了迄个臭气冲天。一个人的身躯呢，竟然呢，送来个病院，伫咧解急救处理的中间。从内底排泄出来，就是安尼嘛。这不只是这个病人，其实连健康人也是同款哦。所以佛陀就甲咱讲，咱来时时呀，爱观我自心，观心不净啊。虽然呐、啊。咱也是真有福啊，会当得这个人心。人心虽然是不干净啊，不过呢，心为再多气啊。咱伫过去心中，应该呢有好因好缘啊，所以才会当能报得了咱今生出世，也阁是一个人心。更加难得的呢，是咱会当得闻正法，唔只是干那会当知影佛啦，咱阁会当接近佛陀的正法，咱无去互伊迷去，无去偏差去，这嘛就是咱的福报呢，互咱大家人家己知影讲。咱有教佛当顶啊，迄、那个清净的灵觉本性，咱知道啦。